迎收看宝岛漫步，欢迎收看宝岛漫步。今天开心吗？很开心，有贪吗？欢迎欢迎来，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，按时八点到九点，脸书 FB 嘛有哦。还有明天早上，那一应哦，新天的电视台再去九点，早起三点到四点，还有重播呐。对，咱宝岛国王叶克电视制作的宝岛漫步，阿哥咱哥在为台湾国，点门吉老师，阿哥咱的茶博士杨华东老师，感恩赞助。对，上届电话是你啦！哇，今麦吼，我靠，落大雨啦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杨哥吼，人讲吼遇水则发，所以吼、大家大发财哦！哎、啊，现在要先来讲个笑话，让大家心情轻松一下，不、哦、会风雨大作吼，感觉不太好。心情就阿杂阿杂吼。哎，讲小康好啊啦，小康吼，跟妈妈两个去散步去踅街啦。问讲下你问笑，今嘛是先来听歌做运动咯。啊，第一首歌去安排叶大哥带来《青花》。来。看见你的人，甲梦中拢无同，害我脚步只是沉重。伊也轻花香，看你亲像栽花丛，阮鼻甲心拢梦，最后的温柔伤迷人。树空的最后拢是空，心肝内不愿怎样放，心酸到位藏，用雨水暗淡我目眶红。树空的最后拢是空，我亲像飘落的孤帆，该如何袂行？何时会解脱？青花的香，经过几落冬，搁看见你的人。甲梦中拢无同，害我脚步只是沉重。伊也轻花香，看你亲像栽花丛。阮天甲心拢梦，最后的温柔伤迷人。树空的最后拢是空。心肝内不愿怎样放，心酸到位藏，
用雨水淹淹我目眶，树干的最后拢是空，我亲像飘浪的孤帆，该如何回航？何时会解脱轻花的香？树干的最后拢是空，心肝内不愿怎样放，心酸到胃酸，用雨水淹淹我目眶。树干的最后拢是空，我亲像飘浪的孤帆，该如何回航？何时会解脱轻花的香？你的健康我来照顾，曼宁健康促进师。爱拼加油！哎，今天做运动咯。啊，邱老师今天要教什么动作？我们今天教一个叫做核胸抬肘身体保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欸、对，咱的妇联针对咱的头前的胸坎跟后边的脚侧边啊。安尼。咱常常都会哦，安尼驼背、翘骨啊，胸坎头前拢无力。好扎扎。哎，啊胸闷，啊咱做一寡吼，针对咱的头前胸坎跟后边的脚侧边。好，咱抬头挺胸。对对对对，啊即嘛双手来腰关，尽量关你耳啊。尽量关耳啊。啊即嘛吼，手后脚夹夹落来，感觉你的肩胛头背关。从这个倒翻的动作，有啥呢？啊，你的重心向头前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啊，咱这么简单呢，双手，哎、欸，合掌，合掌哦。啊，你的手后看嘛，个连做伙，连做伙。哦，啊，这时连的时候，你感觉你头前先看完啦，安然的感觉。哦。如果吼，啊，这我啊天落开，天落开，先是尽量把你的肩胛头给塞下来，好、哦，你的脚侧边压不起的感觉。哦。好、啊，安尼伸一个压不起。头前有如果。嘿对，按个事业线，来过来后壁，肩胛头个杀落来，哦，安尼袂歹哦，啊过来夹不起，安尼赶快捉落来，安尼剩三个哦，哦，搁天落开，啊过夹不起，第四个，第四个，啊一个夹无完，嘿来，今今晚甲你肩胛头杀落壁，来，皮皮错，两只手来，皮皮错，哎呦厉害，又那个厉害哦，啊来，在哪里？啊即嘛。手掌甲黏膜外，黏膜外，黏膜外，手啊看下黏膜外，啊，即马即款呢，用你的规只手甲塞起哩，塞起哩，哎，手啊看下塞起哩，啊，比比错，比比错，哦，啊，佮塞起哩，塞起哩，哦，啊，赶快做下来哦，来一个，啊，徛来个吐一口气，落来吐一口气，吐气，徛来吐一口气，吐气，吐气，啊，你袂记做几页对不对？啊，吐一口气，塞塞哦，原来佮我哩顺哦，是耶，加油加油！哎，是没错，是正常的哈。搁坐，搁坐，搁坐。搁一个。哪里？哎呦，小等下哦，邱老师甲曼玲啊，啊，小等下哦哈，叫我插回啊一个哦哈，啊啊，对我念啊哈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哦，这这拜拜，这个拜了三天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想这动作？哎，啊，这做了是感觉你的胸卡呢？啊哪？啊，但是你的脚掌边啊，你嘛有咧做着。安尼哦。安尼较袂翘骨。对对对对。抬头挺胸。哦，那哎，大家抬头挺胸。啊啊，先讲讲讲一届，这届较花啦。对对对对。你对我讲。啊，双手啊，腰关节，腰关节。腰关节。啊，来啊，抽起来，拗落去。拗落去。头悲观啊！啊，来双手合掌，合掌，啊，对，那是手啊，看个念咒会，念咒会，刚刚有在那拜拜感觉，哎，对，那即马即款代了吼，希望天龙开，天龙开时阵那即款，给你肩胛头个塞后边，塞后边，你脚侧边入嚟感觉，安安安，嘿，来哦，即马过来，对对对，安有提胸的感觉，安个入不去。对对对，啊，要不起来，咱即马改吐点管，吐点管，啊，重点你手啊，看啦。
甲黏落去，哎，还袂得咯，袂得天龙开哦，甲黏落去，啊，过来吐起哩，啊，过来揪得来，哎，安尼所以咱头前的形看嘛做着。啊！这手吼，甲合作伙，你有看我手去抓无？无看到，无看到。阿布啊，啊做较久就袂啊啦。没没没，做久就袂，较久拜就袂啊。对对对对。每工啊，咧拜拜时阵，甲拜较悬的哈。加油！加油！哇！加油！加油！这个动作哦，后盖呐，咱呐清修三掌的时阵，都爱举较悬的安尼哦。那你这个动作我常常在做呢。真的吗？系啊，好，我常常在拍懵啊。够这么简单？来，我跟爸爸妈妈还有走过路过的年轻啊、漂亮的妹妹说一下。嘿，对。嘿，健康促进师傅，给你加一波。哦。嘿，都啊做这个动作哦。然后健身教练在讲啊，菲特邦的执行长在讲啊，讲这哦，咱挺胸对吧？哈，来，咱走囡仔伊大家拢爱做哈，起来阿普阿普。那那个有一点年纪的中。连妇女，嗯，也是爱做，只爱阿婆。哦，较袂垂下去。哎，不要笑哦，其实是真的哦，有在运动跟没在运动，那个肌肉是有差的，捏起来是不太一样的。好啦，老宝贝、好宝贝，赶紧的哦，今晚要来开放口音，跟大家来开讲一下，啊，先跟大家报告啦哈。来，咱的客服电话呢，哈，0800-763-888，每天会使去九点半，加下晡五点半。嘿，咱若送货问题、产品要请教的问题，都可以打哟。啊，咱即卖呢吼，拄啊，咱有听叶大哥咧念阿弥陀佛无？无啦，无念阿弥陀佛啦，你做这动作呢？有空啦，但是啊吼，真的也是这个时候。你看，哎，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园地区都大雨，好大哦！刚刚来上节目，真正叫雨淋到，听讲一级警戒啊！丢丢丢吼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，那这个是红台北啦，扫掉红台北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但是啊，吼，今麦这个时阵，咱的好朋友来干一杯，下午茶时间，在家里看看电视，安安稳稳的喝杯热茶，幸福呢啊，所以都啊吼，动动身体，起码来动动脑啊，动动脑。对，来，我问大家一下，那现在外面是有风够好对不吼？对对对。啊，那叶大哥的歌，一世人唱五十年啊吼，还唱几千首的歌，大家拢就爱对不吼？对对对。但是每一首你都会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对，我家己都唔敢讲每一首都会。顶届啊吼，咱顶届啊有开放口音，吼，大家又讲吼，甲互相关的对的歌对不？对对对。啊，像那今麦你就唱一条啊，《崩碎我》甲叶启田大哥所唱的。西北风，啊！但是啊，咱今仔日吼要来开放口音，因为恁拢正歌袂对无？啊，恁今麦呢吼，恁看电视吼，啊，外口落雨，恁莫出去佚佗，恁今麦吼来动动脑，咱来开放口音吼，甲大家来分享看麦啊，讲你捌听过叶大哥唱甲迄种啊？甲风有关系，诶，歌吼，歌名有风诶，还是讲歌词有风诶，嘿，歌词内底有风诶，啊，咱即马来开放口音，上一个啊，奥秘的，你感觉？哦，这大家是抢手诶啦，嘿嘿嘿嘿，啊，对对对，你看叶大哥的歌是足侪种，足侪种，嘿，对，所以你甲想啊，进前有迄落。啊，快乐的啦，美国的歌啊，吼，哦，西洋歌改编，哦，西洋歌曲改编的，哦，卡鲁，哦，卡鲁，啊，个嘿啊，老师的歌啊，哦，小姐小蛋的要去倒位，小姐小蛋的要去倒位，嘿嘿嘿，啊，你哪拢无等我嘞？好，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歌，那现在我们就空吧，空空。8-63-888，来，让咱的好朋友回答问题哦。工业大哥，你是叶大哥的歌迷哈。啊，咱呢吼来开放call in，让你来钓鳌鱼，好不？好。哦，讲啦，咱叶启田宝岛歌王唱过什么歌？啊，那条歌的歌名是有甲风有关系，有风就可以了。预备起，喂，你好。来听电话，王大哥，十几个王大哥，你请讲来，我来问问题，你有听到无？王大哥，十几个王大哥，你有听到无？
哎呦，来来来，你请讲来。哎、欸，王阿、啊、来，来你讲来。来来来，你请讲来。咱要问迄个叶启田大哥，有啥物歌甲风有关系？哇，安尼失去机会了。阿吉吉，阿吉吉来喽。喂，吉吉。哎、欸，阿吉，我你讲啊。你讲啊，你讲啊。来，阿吉吉，你讲来。哎、欸，怎么连我姐姐的电话都？你有听到我讲话无？林根红，啊、哦，林根红，啊，姐姐，你是第一名啦，那你会不会唱一首一段就好了，一小曲，一小段，唱两句啊，来。嗯，啊，你哪顿这样？林边挂，亲像即阵的林根红，来的时阵。一片白茫茫，你到底想歌词啊？哦，拍拍手啊！第一类哦，阿吉弟弟，你可以黑米一包哦，对，但是你要分那个分凯西半包。哦，聊天再跟你联络哦。来，咱个接一通电话来，空八空空八六三八八八。讲你捌听过叶启田大哥叶启田报道讲唱甲空有关系的歌无？哈，来，喂，你好。哦，苏尔妈妈诶。台南的苏尔妈妈。我你讲话来，你听电话当啊。喂。喂。有听到哈？听了。你讲来，爱莲啊，沈长虹哦，爱莲啊，沈长虹啊，答对了，爱莲啊，沈长虹，好棒哦！所以那个素儿妈妈也是超级无敌大歌迷，对，那要不要唱一句啊？嗯，唱一句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开心唱，开心唱，那分开心半包很好。开心唱，开心唱。讲无的汽车，一班一班一直开，嘿，啊，大家嘿嘿嘿，好，谢谢苏文妈妈，黑米一包哦，哈，谢谢你，恭喜恭喜。来，老宝贝，好宝贝，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你们啊、听这个电话档啊。哦，听电话当啊，才袂过半秒钟才回应啊，对啊，较清楚哦，哈。咱即马开放call in，来，给咱的好朋友分享到叶启田大哥伊的所有歌内底，伊的专辑内底有多一首是甲风有关系的歌哦。对，来，你好，来，请讲啊。拢在听电视，听电话档啊，我来听电话档啊哦。文秀妈妈，好来，我觉得他们好像听不到我们讲话哎、好像是这样哈，所以才有可能讲变两个声音，明你听袂听清楚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来，你请讲哦。哎呀，可能因听不清楚的款。喂，你好，阿妈，阿妈过来吃，阿妈过来过看。喂，来，咱卡里外莫挂断哦。喂，你好，阿妈喂。各位，你有听到吗？有啊有啊。啊，这样子真的是、可能今日落大雨吼，刷咯，刷咯，怪怪哦。但是咱嘛是完成两个了，我们再拼一个好不好？好，跟一个，跟一个，一二三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有通啊？有通啊？有听到？有听到无？听，来，你这个中立的好朋友零三四六五的，有听到？你请讲来，除了林根风、甲爱玲啊、沈当风，还佫有甚物歌是咱叶大哥出的歌，是甲风有关系？你请讲来，这阿公某到底咧卡？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对，恁阿公某咧讲话，我有听到来。喂，你讲，你讲，做你讲来。我，喂。好，无要紧。哪呢？来啦，无要紧，来，咱先进歌好啊啦。对啊，咱先进歌好，咱来处理一下哈。来，即马吼，我听开心演唱《黄昏思乡》。来。
千里遥远城市，昏昏日头红旗旗，故乡的山仑景致不时在目起，永远想起离开彼时情难离。可爱笑眯眯，可爱笑眯眯，心爱的伴侣。春天百花照开，山仑鸟鸟念歌词，心爱的彼个姑娘怎样过日子，讲不下配合我知影伊代志，不知为什么，不知为什么，经过一年，让我思念伊。叫伊可爱名字，向着故乡彼边天。只有是山溪一片花香带稀微，永远心酸像念东边无远去。黄昏山仑边，黄昏山仑。孤单甘相悲，让我思念伊。报道歌王甲唱歌，欢迎继续收看《报道漫步》，咱的歌王甲唱歌。昨天有没有认真学？有。以前的城市这首歌，讲真的啦，这真正是吼，咱足多人足爱听。但是吼，迄歌词几啊段呢？哦，啊，搁迄头前安尼拄啊，咱昨昏教的吼，讲迄头前安尼，连唱大声、甲细声、甲迄个啊，哎呦，哦，完全无同。但是叶大哥，你讲这首歌是毋是爱有几啊段的感情，毋是一段的呢？对啊，我昨昏有讲的这条是吼，啊唱啊，甲人爱有，人讲含用受用啊，啊虽然讲放出来，啊嘛是无啊大的代志，吼，咱爱。爱有一个风度啊，是男人的风度啊啊啊！啊，这第二段诶，歌词就较无同啦吼。啊，搁第三段吼，哦，好，第三段就是干哪，真正吼爱袂着嘛是祝福啦，吼，爱把迄个气氛来唱出来安尼嘛，啊，真心真心的祝福啊，男人的难讲的是讲不等啊，嘿嘿，对，我是讲安尼。哦，昨吼，啊，都我即马开始昨嘛知影，哦，第一段有教，我有叫伊转去吼，这条我小哦小听一下，有没有乖乖练习啊？就听一下安尼吼，啊你啊都开始你一唱哦，第一段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听一下，好啊，连鬼面都冇困，肯定袂歹啊，来第一段。
借阮心情，暗淡无怨气。你可能我甲你讲，你唔要顾顾你的你的声吼，爸安尼吼，啊你怎变娇气，哎嘛，上娇气，娇气，啊都爱吼，都爱迄个，迄感情都爱，所谓感情，哈啊，就是爱一句一句哈，啊一句一句，敢那迄个陈述哈，哦，敢那拢咱要讲代志，互听着，逐句人拢听甲足清楚的，讲话爱有表情，安尼意思，哈哈，行。心虚，怎我怎有讲起呢？安尼就是我悠悠。啊，当然你慢慢都一定哈，都爱安尼唱啦。好，我即马是讲这哈，哦，这啊安尼会较好听安尼。啊，每一个人唱的哈，人各有体，人各有体。哈，今仔日但是要学你。哎，每一个人的身材都无同款，人各有体。啊，但是哦，咱就好诶，哦，也是讲有适合的，咱就讲。暗淡无怨气，无怨气，即落国民音吼，啊就啊顺这势吼落去安尼，吼啊你国民音是有八呢，吼啊所以吼像我拄啊讲诶，吼罗定更清晰，就是很清楚、很实在、很吼即个实景安尼诶感觉，啊安尼诶感情气氛都会想出来，好，我一摆哈。暗淡无怨气，草情迄三句是 OK， 暗淡暗淡，哎，另外一种音色，甲一种吼，哦，暗淡做你做，敢那讲用咩敢那，我只是一种比例啦哈，你敢那要甲敷衍过去安尼，哦，暗淡无暗淡安尼安尼。哈，暗淡暗淡是敢那轻，较轻呐，暗淡无，哦，暗淡就是哈，啊，甲咱哈，咱的其实这句哦，唔是介重要，虽然唔是介重要，就是描写讲哦，咱就是讲放散哈，哦，啊就啊敢那，你都敢那会讲咩事情？对对对，好，我当灭了，无怨气。感情就较霸安尼吼，我要听迄生气的时阵啊，男人有生气的时候，头前安尼讲要忍气。一人放声的小声子，秋叶寂寞夜暗眠，即拢袂唔输在人诶啦，吼吼，小无月暗暝，爱滚吼，爱滚，啊无嘛无要紧，啊小无月暗暝，安尼就啊顺顺啊唱安尼尔，啊边吼，人讲有唱功就是小无月暗暝。
头看楼窗，为怎样只是心酸，目骨渐渐红。你在我面头前表爱慕，已经变成过去的美梦。好，这就安尼。哦，看那个假的。我安尼，我个头啊，这就是我讲啊。哦，我们起码几百个啊。有没生气？在我面头前表爱，跟他做十年咩？开始一句一句的。有没敢骂出来啦？有没敢骂出来？在我面头前。表爱慕已经变成过去的美梦，啊，被人放下的笑声，我是秋夜夜沉重。也叮当，你听有可能较重安尼，啊，因为就是这个歌就是吼，秋夜夜叮当，这是这个连接吼，啊，情啊，迄个吼，你在我面头前表爱慕，已经过去的代志也袂不过啦，意思安尼啦，啊，秋夜夜叮当，啊，你啊讲尾啊唱较轻了。哦，这啊，赶快来细声，这是基本的。啊，别人放下的，总不甘愿的啦。头一个你就像是秋夜夜叮当。大家都爱回去练看麦啦。赶快，赶快。这个故事安尼吼，讲了足焦准的啊，焦准的。演戏，头啊，迄个歌词啦。对。哦，袂使尾啊，安怎个？秋夜夜叮当，哎，都头前个歌词不能进去啊。你爱有叮当的感觉，所以这首歌真正无好唱，每一句拢爱安尼有感情，尤其个轻声、重声安尼，杂杂念嘛，都唱出来哦。所以这首歌大家爱好好啊练。啊，但是讲要起起来，吼，迄就是讲袂使用迄个敢那啊，这个万分敢那恨，对，啊，不是恨，像没气质。嘿，安尼所以这里面没有硬尬了啦。上次教的就有那种很硬尬的尴尬，这种都无啊。对啊，而且是思想。所谓思想就是我讲思想，就讲去唱的时阵，就是爱有安尼想。哦，安尼想。哈，啊，我就是我嘛是真男生，敢那讲真漂撇，还是讲有人格啊？对，我唔是讲你不爱爱我，我就牙刀要抬。对，迄是家己的想，就是家己嘛是。修养在心内，所以唱出来都迄个轻，甲迄个分，但是佫有迄个气质。但是呢，今仔这首歌毕竟的城市教两工啊，大家等于好好啊练啊。我歌王这首歌教完啊。感谢。第三段，那是安尼很纯真的、很真心的祝福啦。第三段啦，哈。啊，你家己吼啊，老有吼啊，该你唱到我，你就知影。对啦，哈。安尼感谢咱的歌王，甲咱加一首《毕竟城市》，好好练哦。
小梦月暗暝，心茫茫想伊人，抬头看楼窗，为怎？渐渐红，你在我面头前表爱慕，已经变成过去的面貌，啊，被人放杀的小声子，秋夜夜。心痛痛无心情，看月伊花影，虽然是旧情。求你的名，到现在只好是祈祷你一生过着心愿的运命，啊，被人放杀的小声子，秋夜。来了，海葡萄来了，爱人家，你汤你素。我先甲大家回信咧，拄仔要送欧米是真正要上线，咱电话歹去坏坏，我已经甲换一支啊，所以现在可以通了吼。对，等一下继续送，不过现在十分钟，红红做几下公狗，做几下行李咧吼。哎、爸爸。姐已经过啊，但是呢，这礼拜咱特别讲为大家去要求着咱的海葡萄，买晒做优惠，足侪人咧等这项的吼。啊，昨昏呢，足侪人已经订落去啊了。啊，这到底是安怎的来？好朋友，慢点，佮你讲一届，昨昏无看到的人，可惜，因为今仔日嘛是最后一天咯。为什么？因为明天叶大哥要来，不用卖这个，要卖茶。啊，赶紧搞好评估。这个哈是虾米？你知无？这就是酵素啊！酵素呢，吼，你来食安怎的呢？只要你身体代谢好，营养有啊，这呢吼是虾米做的呢？那酵素做侪项的啦，那咱呢吼是有60项的水果、蔬菜，佮加上海葡萄，这项足厉害，这个吼，咱讲的藻类上顶级的。对，那重点是你喝了这个，很多营养素全部一起帮你增加，嗯、多少呢？维生素、矿物质哈，还有 Omega 3哈，全部都帮你补到。重点呐哈，你那是吃饭饱了，巴肚感觉嘟嘟，赶紧的，该喝下去。哇！酸酸甘甘个甜甜，等下帮我再咕哎，对，因为足侪人吼，伊食饭饱了后，拢会一吃酸。对，吼啊，食饭饱了后呢，拢会肚底遐。胃胀胀，胃小小。Eddie 买落去 ，Eddie 买落去啊！所以呢，赶紧甲好朋友讲，今仔日买二送一的活动就只有今天了哈。对，再来眼镜给他送下去。太无丢脸了，因为爸爸节的档期，所有人拢讲，哦，我无买到这支。对，大家拢抢这支。啊，这支不是要买，这支要送的哦。好，所以昨昏有看到，今仔日有看到，嗯，哎，大家拢好命来，0800-763-888，买二送一哦，一只光给一罐是啊，两。三十包2880元，现在又带大家破价。
千五块。我跟你讲，外口做者酵素是做粉的，外口做者酵素呢，伊是规罐给你倒的。但是咱这呢，吼，给你做一包一包，你就知道它的高级程度绝对不一样。因为一斤的海葡萄呢，吼，都爱吼贵啊巴的吼。啊，咱这呢，吼，要甲做甲一条一条，每一条，哦，每一条三十毛安尼吼，我是就爱吼啊贵啊，好几千块的一个价值。但是呢，你看六十行的水果、蔬菜，加空做伙，啊，搁发价。发酵了吼，伊就一点酒精对吧吼，然后这个发酵变成醋对吧吼，啊，这个发酵都要用很棒的菌下去，然后才可以变成酵素。等下你清餐，给你爱一包，给你掺掺的尔嘞，因每一项物件，每一个比例吼，爱倒偌济，掺偌济，爱加偌济，互恁营养吸收上好诶，这都有一个比例伫诶。张兰姐妈妈问讲，妈咪，爱会消落去吼？但是啊，来莫林老师讲，如果你那是闭结，食药啊，食两边的，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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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无效，你啉这行马放未出来啦哈，马放未出来啦哈。但是呢，如果啊吼，你讲哎呦，我今天食伤济啊，我想要排较紧的哈，你赶快来喝，吼，啊就我都肚底只啊，哦，就艰苦的，太消耗。啊，你有食就甲啉。你有吃就甲啉，吃三顿就甲啉三摆，啊！你每一摆拢安尼消化甲足好势，重点亲像即马即个下晡营养素若无，人就安尼一直要翘骨落去，一直要烂落去，啊！赶快来喝酵素，因为啉一包有六十几项，六十几项的蔬菜水果哦，吼，全素的，全素的，吼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海普德，海普德。啊，你好，一客啊，吼，来来，这个。在高雄的好朋友，我今麦有你的电话啊！好，谢谢你。来，电话还是有点问题，很大声。那这样好了，空吧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空吧空空七六三八八八。好，咱好朋友该卡电话，我的客服来到家。喂，你好，海葡萄哈。没吃半年。好，阿姨，今麦今仔电话怪怪，我连咪啊给你回电话，北投的秀丽阿姨哈。我连麦给你回啊，好，来好朋友来空吧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暂时外卖先接，啊，恁赶紧卡，因为只有现在了，只有今天了，我给2880块的物件，啊，今嘛一盒呢吼，2880块，拍折拍到几块？比一半1500块，但是今仔日干嘛要送伊呢？2880块，两三盒3000块，所以一盒只有1000块。还搞这个墨镜？对对对，所以你若摕无到墨镜的人，赶紧来听。UV 四百，搁有一个重点，你一定要甲听入去哦。这种东西带在身上超好用哦。哦，做烟斗。嘿，不是一墨镜烟斗尔，咱这吼搭在身躯边，好像一个。啊，好像随身包，嘿，好像随时可以保护我们，增强营养。你跟阿公阿妈一讲吼，三顿干的食，食两行菜，三行菜啦，是大多数是这样。蔬菜质量无够，补充量无够。啊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补充蔬菜水果里面的营养，你就要每天喝一包，然后帮助它消化。如果你肚底吃，一吃生一吃生就艰苦的吼，吃袂落去就艰苦的吼，赶紧的就该拎落去，拎落去。啊，搁一个重点，顶个一个陈妈。有跟我买，你看等下，开心啦！有啥物我啉完了，吼，感觉辛苦小小，我是不是发烧还是安怎？医师跟你讲，开始是你这么辛苦，开始在代谢，在促进你的新陈代谢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酵素是做古言物件，酵素是做古言物件。为什么？因为伊会帮助你新陈代谢，帮助你新陈代谢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下午的时候啊，要吃 B 群啊，要啉茶提神啊，什么不用，你就把它吃下去。你拄啊吃入去。营养素呢吼，伊甲你代谢变紧，互你吼紧摕出来运用，互你燃烧加速。所以有人说晚上喝酵素，明天早上肚子就咕噜咕噜，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很顺畅。啊，赶紧卡电话，因为今麦这上吼真的没有可能了。对。明天就没有了。今天有看到，今天赶快打。啊，我拢卖接恁紧卡，因为我接入来哦，就大声。对。哦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。今仔日爱限量，因为这个目镜无啊。所以你的前五十名才有，前五十名才有，因为这个目镜真正袂使够 A 啊，真的是拿不到了啊！所以呢，你想哦，你该想哦，咱这海葡萄2880块一盒的，即马变成偌济？一盒那个是千块呢？打对折再对折，无可能有这种。打
家来个啉看麦，大家来个食看麦，来音控，我们现在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不知道电视听得到听不到哈。来，你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即马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一定爱卡好通哈，因为即马电话多，所以呢，吼，你若是新同学，你免客气，电话甲留咧，大名甲留咧，讲我要，我的爱，哎，因为吼，你买三千多三，啊，就等于有九十包，所以你若食三顿三顿，食饱拢甲啉一包，你就会好舒服，消化也很舒服，一恰生嘛无过来，哦，肚肚嘛不会，啊，重点营养阁补充足多呢，营养补充很多呢，因为咱足侪人吼，蔬菜水果食无够，啊，伊这拢发达过啊，阿公阿妈啊吼，咱有当时啊吼，这营养食无够吼，这个身体就较无，啊，伊这吼，海葡萄足贵的哦，因为它有很高很高的矿物质，还有很高很高的氨基酸，对，别人一定没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有专利，三大专利。专利好，重点上高呢，紧买啦！紧买紧买，三十几目镜，看到这个七号三八八八。今仔日五十几呢，五十几号，五十几，可以打到下晡五点半。对，电话紧甲卡，空白空空七号三八八八，空白空空七号三八八八。卡无的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太俗啊！搁再来是这个太阳眼镜嘛无啊啊，所以呢，你看咱的节目这久啊吼，无一项你介意，这项你绝对会介意。为什么？补充营养，提供体力，啊，搁会帮助消化，无一项这么成功的。促进新陈代谢。真的真的，啊，你啉落身躯烧烧安尼吼，啊，甲汗那个排出来吼，你会觉得说，哦，规个精神拢好起来。迄就是酵素，这是好的酵素在安尼，那别人的酵素可能混的啦。那种吼，那种可能没有这个效果。来，大家讲，大家即马身躯顶有啥有人讲哪食哪水养颜美容，因为当当你身躯的个废物都排泄出去了后，身躯的毒素排出去了后，当然你就愈来愈水啊。然后妈妈跟晚上喝，还是要说曼妮娜，这会消无？大刚啉。大刚啉，吼啊！所以我跟你讲啊，咱若是三顿食饱，就甲啉落去，你就会咻的出去啊，吼、嗯，不是放出去哦，是伫个身体内底，伊的这个运用，提管你的运用率。所以啉到这啉啉的，小块会流汗，正常的。对，代表讲你有咧行起，你的运作有咧紧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消化酵素，还有一个叫做代谢酵素，对，全部都有啊。嗯，啊你今嘛安怎电话唔卡五十行都无啊？五十几啊？七六三八八八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。今嘛呢先来听歌哦。好，来安排一首叶大哥带来《月娘在故乡》。来。
问当像我安尼，为着爱情卖记自己。送黑米啦，03465893838哈，03465893838的好朋友，中立的一对夫妻，明明刚刚都是接到你啊，啊，恁两个都无听到我讲话，然后都骨甲惨惨熊熊，然后都挂断啊，但是没关系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好，很好消息，叶大哥明天就来了，对，叶大哥明天呢，哈，来上现场跟大家开杠哦。刚才请他告诉我们，他到底又拍了哪几部 MV？ 哇！哦，我现在看到琼华大春妈妈，大春妈妈嘛咧，甲咱买一个嗨耶嗨耶吼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阿咱今嘛吼，今仔日点位真的稍微有一点问题。嗯。所以我现在手你抓，你知无？喂，你好。哎，今嘛甲你叫，啊，迄是要哪吃哈？要哪吃？三顿吃饱，吃一包。三顿吃饱，吃一包哦。对啊，安尼有听到哈？啊，囡仔会使吃无？可以。可以。啊，那小小孩有无？小宝贝啊，迄、那个国小一孩啊，好半包就好了。哎呀，幼稚园呢？啊，对啊，就是国小一孩。国小一孩。拢半包就好了。半包哦。嘿啊。嗯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电话一通了哦，终于。喂，你好。爱情是尊号，爱情是尊号哦。杨哥，这首歌不是叶大哥的，这首不是叶大哥的，这陈百潭的。对，这首歌是陈百潭老师的歌。你是谁？你跟我一样，有一点没有办法理解。不好意思，安尼伊就无到后壁安尼吼。无，因为咱可能今日咧讲的时阵吼，咱可能因是鸟准讲是干那要叫讲风有关系歌啊。不好意思，然后讲甲叶大哥，叶启田，叶大哥，叶大哥的歌啦，吼，害我规个拢热起来。因为昨天排骨。有有，我喝了，身体就发热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曼玲姐，曼玲小姐啊。哎、欸，是是是，文秀姐姐你好。你好。我刚刚不是说有风的吗？对对，你来。救鬼。救鬼有风。哦。你哪讲多一句有风？啊，风下一心的风啊。宝贝，有，算，所以你看，我们的文秀姐姐，你看她刚刚真的有打进来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到。对对对，起码我接来探掉。好你，文秀妈妈，加加好你哦，哈。谢谢，拜拜。好，奇怪，有一首歌最热门的，应该咱大家拢摇袂到，大家最爱点那条歌，啊，今日要讲到那条歌。都一条啦，等下甲大家讲，看够有人有无？哎，郑大哥，好，我接郑大哥的电话。喂，喂，郑大哥，哎，郑大哥，有啥物风啊？林根风、西北风。对啊，咱叶大哥唱遐侪歌吼，都一条甲风有关系，你讲。逐条都我拢未晓笑，赶紧莫去摇，你今仔日摇啦摇啦。安尼我甲你打卡，感情袂好，感情袂好。啊，我来参恁讲一个好话就好啊，哦，恁心情好。感谢，谢谢爸爸，温正大哥。对啦，那我后盖讲温正大哥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你好，听大南碰风。听大南碰风哦，我来。有几间厝？哦，高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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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港区的四大哥，你也做对了。哎，我有买普洱茶，也买两。买两斤，感谢感谢，啊！即马吼，大大股甲抱来恁啊，对身体最好，逐工好哈。嗯，哦，乌米一包，乌米一包，谢谢你啊！好，哎呀，你寄过去哈，谢谢。喂喂，我甲你寄过。喂，安尼有无啦？有一包，你有一包。哦、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！嗯，这都爱歌词弄的，还要不会才可以。真的哈、哦，奇怪，一首歌遐热门的，大家一个月放一届，啊，竟然没人摇到，安尼看怎么？咱袂使讲放一届啦。哦，迄个报一届。好啦，我甲大家公布答案，时间无够啊啦，还剩一分钟。对，迄首歌最热门的，大家拢最爱点的《痛苦如人心》嘛。很像《痛苦如人心》闹风。第一句要唱。秋风吹。哇哇，风啊，秋风嘛，对了。哦，秋风哦。对。我想讲爱亲像林根风这种歌名有风的啊。对啦，你讲风寒啊，碰风来啦，临时无想好对。碰风。啊，搁一条向前冲啊。向前冲嘛有吗？对啊，无论有偌多的风雨来阻挡我的去路，风雨头前就该唱出来啊。所以老宝贝，好宝贝，每天哦看节目，啊听好歌吼，啊看阮两个伫只笑眯眯，啊搁互你动动脑，啊搁动动身体。欸、希望你呢看节目很开心。对、啊。那今天呢吼，十分钟的时间广告呢吼，甲大家报告的这项好的呢啊，不是嗨耶，嗨耶，嗨耶，今仔日你一定要感动，不然真的爸爸节的那个眼镜真的就没有了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啊，你呢？啊，一支吼，讲讲啊，哎、欸，啊，老公没有，囝无啊，什么拢无，啊，你就再买一组啦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吼，人人的拥挤，小宝宝也都可以喝呢。是。因为纯天然。对啊，而且所有的食材都是非常的健康的，嗯，哎，拢植物性的大项哈啊，所以呢，会使讲给大家补充营养，帮助消化，真的好棒啊！一定要打通啊，对，因为今天真的有限量，空吧空空763888，空吧空空763888。阿妈甲好朋友讲啦哈，阿明仔叶大哥要来，对，当然就是你老要甲高官地，明仔再卡。啊，那今仔日呢吼，咱老要爱这 pony 啊地吼。一样可以啦，哦，空吧空空，763888。